事后胡定欣首次进军大银幕，处女作就已经火拍影帝吴镇宇。他们不只有超多对手戏，还会发展感情线添啊！而且定欣今次在戏中造型多变，饰演 KOL 的他会化身 Lolita 和 Rock 妹，打扮非常出位，试问又怎会不难忘呢？ Lolita 和 Rock 妹呢，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是 OK 可以有咁樣嘅可塑性嘅，尤其是 Lolita 嗰個七彩假髮啦，同埋嗰啲衫啦，我自己從來都冇試過。咁開頭都會好驚自己其實擺喺我身上面得唔得㗎？因為都真係幾爆。咁好在整好曬出嚟，大家都好中意喎，都覺得係好 match 到落去喎，我亦都 handle 到喎。所以我就自己有時好多時睇翻啲相，我都點講啊？我特登影扮 Q 影咗好多相，咁身邊嘅同事都睇得好開心，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會好中意。雖然著婚紗拍戲唔係咩新鮮事，不過定欣對戲中呢場婚紗戲咧，就似乎感受特別深喎。即係平時拍劇都有機會都著個婚紗去拍嘅，只不過嗰日係因為第一日開工，但係拍最後一場戲，所以就好難忘。咁所以都係點講啊？即係要花啲時間去入戲啦，因為真係始終最後一場戲嚟。睇更多 TVB 精彩節目，歡迎詢問各電視平台訂購優惠 1877-893-8888。